峰会期间，中非双方还就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进行了战略对表，一致同意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，捍卫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，促进国际的公平正义。一致同意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推进落实三大全球倡议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。一致同意携手打破小院高墙，反对歧视偏见，纠正历史不公，推动现代化的发展事业，惠及全体人民。